大家下午好，现在时间是12:50，我们刚吃完回转寿司。那现在来到的是白石城，他是我非常欣赏战国武将伊达政宗的军师的这个居城，片仓小十郎。那为什么我会认识这号人物呢？他是智勇双全的人。我是因为玩一个那个 PS2 的游戏叫做《战国巴沙拉》，知道这个片仓小十郎 Kojuro， 然后我蛮。后来查了他的历史，我发现我蛮喜欢这样的一个战国人物 Kojuro。 然后这也是白石城的什么本丸御殿机。这就是白石城了，他不是有神社，我要去神社啊。没有要花钱上天守阁，因为我上去过很多个那个日本古城的天守阁，都是大同小异啊。我对收集百名者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，反正城堡有名的去过几个就好了。那这个不一样，这个是我欣赏的战国武将 Kojuro 片仓小十郎居城。白石城天守阁，这边要买票了。然后这是公园，好，先录到这边。